道有砖仔头举行宗教集会，请大师讲道。这圣道一向舞台，煞变作烧鸭烧大的事件，上无是有121个人死亡。美国总统拜登辩论表现歹，共党议员叫伊退选。根据民调，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胜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米，邀请大家点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节目头起先，先来关心天灾消息。巴西的潘达纳尔湿地是全世界上最大的南亚地，受困了百万种野生动植物。对今年初开始，算是一定发生野火，已经3000多件，烧掉了要420000公顷，占总面积1/3。所以讲，当地政府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希望会当把这块自然保地烧掉嘞。巴西中西部的潘塔纳尔湿地到现在还有火烧的烟雾。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分析半年来的环境卫星图，发现这个区域为年初以来野火灾次数超过3300次，烧掉的面积挖近420000公顷，普及林地和农业用地，受影响的地区占比达到30%。Não sabe, né, que esse fogo veio de lá da, do Rio Paraguai.Adentro, essa área aqui é uma área da Marinha, nós estamos fazendo apoio para eles no combate. E aí agora estamos tentando terminar, né? Para não alcançar outra fazenda.巴西潘塔纳尔湿地俗称大浪土地，有几落百万种野生动植物的物种，被人当作是代表多样化物种的优拿之一。2020年去遇到严重野火，造成20多年来上界严重的灾损。农民是讲，今年科华提早报道，根据估算，到即卖野火地点总数比2020年同期加出33%。实际所在地南马托格罗索省，伫6月20日宣布这个区域进入当中半年。其的紧急状态，投入人力全力拍火。在托尼基中部的农业县康雅，农田边塌一大坑。虽然当地的大土坑问题已经有几多世纪啊，但过这几年因为科幻影响，农民抽抽地下水，地疏地层塌落去，大土坑的数量愈来愈多，有的是50公尺深。那农民烦恼农地会向向塌落去，就连饲种生啊人都惊种生啊落落去。专家是讲，当地恐惊都要重新调整农业用水政策。Hani bunu göz ardı etmememiz lazım ama son 20 yıldan beri de bizim yüzey sularımızı kaybettik. Yüzey sularını kaybettikten sonra Konya bölgesine tabii ki sulu tarıma geçmek zorunda kaldı. 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天灾看煞，咱换来看意外消息。印度有一个庄仔头是举行宗教集会，请当地真出名的大师来讲道，向5000至8000的信众到地。这集会结束的时阵，是有真侪信徒一向舞台，希望会当离大师较近嘞，煞变作烧鸭烧大的事件，上无121个人死亡。受伤的人拢够足惊吓，死者的家属头毛咧大声咧吼，真侪台救护车是来来回回一直咧走，救援人员较紧甲受伤的人赶去咧抢救，送去病院治疗。这个发生伫印度首都新德里东南方差不多200公里处的宗教集会，大约有5000到8000信徒参加，这比原本稀客的人数是超过真侪。因拢是来听一个本地是警察情报人员退休了后，家己讲家己看到神，而且阁封家己是大师的人。功德，伊当初看到现场的人讲，伫集会结束的时阵，一大堆信徒是忽然间冲过去讲台，希望望到大师，说含维持特殊的志工发生烧鸭，才造成悲剧。但是嘛，有人讲是因为信徒方要求讲，爱伫大师坐车离开了后，才会当离场。大师正鸭出口是徛一大堆人，才发生严重的烧鸭烧大。杀生可当我只看那个咱白个大的么子耶？你说因啥那个那个不脱衣呢？不是，过车过车那个什么的？那个那个他妈的鬼！妈，我跟你讲，咩？你都差不多都搞咩？都一下搞起印度是发生过真侪摆宗教集会，煞演变作小矮小大的悲剧。第二2008年有庙办九夜节的庆典，伫大门开的时阵，信徒烧钱要入去，结果造成224个人死亡。2013年是因为庙附近的桥聚集40几万人，桥袂堪得遮尔重，就规个断去。另外，伫2016年是庙在放烟火，结果发生真大的爆炸，引起大火。第初二阁发生这真严重小矮小大的事件，印度总理莫迪嘛表达哀悼。मैं सभी घायलों के जल्द से जल्द ठीक होने की कामना करता हूं। राज्य सरकार की देखरेख में प्रशासन राहत और बचाव कार्य में जुटा हुआ। केंद्र सरकार के वरिष्ठ
उत्तर प्रदेश सरकार के लगातार संपर्क में। मैं इस सदन के माध्यम से सभी को यह भरोसा देता हूं कि पीड़ितों की हर तरह से मदद की जाए।当地政府讲会提供予每一个死者的家属200,000卢比，差不多代表78,200的慰问金。另外，嘛会提供予伤者50,000卢比，差不多代表20,000块的医疗补助。公司新闻新闻部的编译。印度的官方最近伫咧公共场所安真侪监视器，讲是要维护治安。亲像这第四大城海德巴拉就超过500,000台。有民众讲安尼确实较有安全感，不过嘛有公民团体认为讲政府侵犯隐私。在印度北部北方邦这个庄仔头，最近街仔路顶悬的监视器是愈来愈侪。One camera is for this lane, one for the front, and one for this lane。在当地是每5公尺就装一台监视器，村长讲是监视器保障村民的安全，佮讲监视器嘛会当防止针对妇女囡仔的犯罪。A lot has changed.Cleanliness has improved and there are fewer fights. My father or brother used to go with me after dark. Since cameras were set up, I can go alone and no longer feel scared. 普遍都去装监视器的趋势，当地印度一直传。不管是都市还是庄卡，英国一个网络安全和运输研究的网站讲，印度是全世界上大的监控国家之一，仅次于中国和俄罗斯。第四大城海德拉巴就装超过500,000台的监视器，平均一台监视器就当来监控30个人。The idea behind this, we need to know what exactly is happening, even in the last remote village of our state. If somebody thinks it's intrusion into privacy, no, it's not intrusion into privacy. It is trying to create more safer society.警方主张讲，这并不是伫咧侵犯隐私，但是部分公民团体并无安尼认为，因烦恼政府用安全做理由收集反对人士的国主。一个社运人士就讲，伊捌去查警察问讲，啥物对伊翕相，但是却无得到合理的解释。They are taking photos and they are storing them in their databases. I'm concerned now that they have taken my photo, that they will store it, and that they may share it with other departments. 社会人士讲，政府若是有心，要用监视器来掌控弱势阶层，反对人士和某地政府上讨厌的穆斯林的国主并无困难。若国主和政府提到民众的言论、行动才自由，将有可能受到侵害。亲像去街头抗议的时阵，警方都将有可能利用国主来抓人。因认为讲维持治安、保护公民有正侪。但是，若故意无去管监视器造成的风险，恐怕会让印度变作老大兄国家。公司新闻七万零编译。英国明仔就要国会大选，真侪经民调拢显示，这工党的气势是真好，真有机会摕到过半的席次。目前这执政的保守党恐惊都爱落台，这国党伫咧选举进程是咧拼拼做势，这出头是真侪，咱做回来看。自由民主党党主席戴维牵手对高空跳落去，看起来真欢喜。不过镜头内底阁有一对选民的叮咛。今年58岁，戴维伫台上要搞的时，甲支持者做规划当筋骨，跳体操，阁走去取景，随学随做，甚至参像一个囡仔同款，真紧张，坐树林船或快艇游咧伫水顶走。不过实际上，伊也是利用这出头，带出亲像是成年人社会关怀、甲下水道污染等严肃的议题。伊希望家己的政党会当伫英格兰南部赢几个席次来阻挡保守党赢，也希望超过苏格兰民主党，重新坐回来第三大党。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英国前首相强森也伫最后替苏纳克做算，希望会当占赢面。How grateful I am to all of you for everything that you've been doing over the last few weeks, and for coming so late tonight to this venue, way past Keir Starmer's bedtime. Isn't it great to have our Conservative family united, my friends? Yeah! 根据民调机构 Sovation 测验结果，中偏左派在野的工党真可能大赢，得到比1997年大选。大胜利的时，搁较侪席位。伫650席的国会下议院当中，暗算摕到484的席位，这是英国现代无发生过的胜利。数据显示，工党会赢大约42%的选票，领先保守党的23%。Every single vote counts。工党党主席史凯尔也把握最后的时间，走入去卡球场、农场、甲酒吧，强调每一票拢爱靠家己争取，赢得全国选民的尊重甲信任。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
咱一只平湖渔船大进湾88号，昨天咧金门寮罗港东北东23.7海里，是去予中国的海警船靠去。咱的海巡署是证实，咱的船啊确实是进入人的领海。不过嘛，呼吁中国那边就要照听书办事，明早把咱的船啊甲人放回来。中国海警14507，这里是台湾海巡 PP1118向你们叫。对上影像公开，咱国海巡人员向中国海警船公布，要求随释放本国籍渔船。咱国平湖籍渔船大进湾88号，星期暗时8点外，伫金门寮罗港东北东方23.7海里，叫中国海警船上船检验扣押。位在陆方领海内，且目前为中国湖际休渔期间，后续将由陆委会渔业署透过两岸管道接洽中方。海巡署呼吁陆方不要用政治因素处理这起事件。在今晚88号，核验查验的所在是离中国晋江深河镇12.2海里，离中方领海基线2.8海里。在中方领海内，海巡署接报了后，拢总派出三架海巡艇去救援，一路超过中方领海基线，直到中方内水，离晋江换浙江5.4海里。暗过中方陆续有七架海警船集合，双方对上挖近1点钟。为了避免相关冲突，海巡署停止对弈，到尾在今晚88号核。我方立即向海警船广播，邀集立即释放本国籍渔船。对方亦向我方广播喊话，持续广播，要求释放大船未果。为避免升高冲突，停止警追。海巡署嘛进一步表示，中国伫发布海警3号令了后，中国海警的动作嘛变大。今年甲较早无同，伫休息期间全面强力执法，已经管理外国渔船138只，上船检验14只，闸口一船10人。海巡署嘛特别提醒南方渔船，也是来往附近的海客船只，爱提高警觉。海巡署会加强巡逻，全面提升执法巡护。行政院甲立委会嘛做回应，希望中国赶紧释放咱国的人甲船，确保人员平安。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这几年世界占重要的战略位置，挪威挖进北极收一块私人土地，这占本地是要卖，都有中国的买主要去买。结果挪威的政府就赶紧去阻挡，避免中国掌控附近的水路。也那是伫咧南太平洋，中国是宣布要开7亿个台币协助万纳杜起政府大楼，目的就是要甲纽西兰一个澳洲竞争。为着防止中国侵略性的扩张甲渗透，挪威政府初一宣布讲取消北极国内苏瓦巴群岛顶面一块私人土地的买卖计划。这边原本要卖出的塑料发给甲烷，伫苏瓦巴群岛的西南部。挪威甲北极之间总面积大概60平方公里，当地除了平洋甲冰川以外，剩下拢是山。卖主希望会当卖3亿澳元，差不多新台币105亿。中国那边的卖主嘛已经表达具体的要买的意愿，不过挪威政府已经通知所有官员，根据国安法，买卖土地要国家批准。卖主嘛可能会扰乱区域的稳定，甲威胁挪威的利益。根据 CSIS 战略国际研究中心在2023年的报告，苏瓦巴群岛在挪威上北边，离挪威本土大概650公里，离北极仅仅1000公里。在岛上会当固守罗西亚北方南推所在科拉半岛对外的航线，这个半岛嘛是罗西亚的服务仓库，战略地位真重要。另外，苏瓦巴群岛的海域有真丰富的鱼产资源甲金属矿产，在北极冰站养起了。那这些资源好开采，北极的航运也会更大发展。中国不但想要在北极口争取利益，在南太平洋也继续发挥它的影响力。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吴春华随在南太多个万纳都首都维拉港出席中国出钱建造总统府大楼的仪式。另外，中国还要协助建造万纳都的财政部和外交部大楼。根据澳洲地区估算，总计会开2100万美金，差不多台币7亿。中国致力于发展包括瓦努阿图、所罗门群岛在内的太平洋岛国的友好合作，致力于帮助有关国家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中国替万纳多修建基础设施已经有10年久，是这个岛国上大的资源国家。那澳洲是万纳多的上大资源国。南太平洋岛国因为战略地位重要，变作中国和西方竞争的必争之地，让因会当相互得利。
除了中国协助万拿度区总统府等建筑，澳洲跟纽西兰嘛承诺替万拿度的隔壁国所罗门群岛出5500万美金来整修机场甲政府大楼。现时美中全面展开竞争，美国的盟邦和中国对南太平洋的岛国的争端嘛愈来愈紧张。公司新闻金冠庆编译。一个环太平洋军演这段时间，真侪国家的军舰拢会出海执行任务。不过过去那是要维修，拢要等半年以上。这届军演，美军是透过 3D 的印的技术，只要4点钟就会当制造出零件来替换。咱就会来了解。观众朋友会当看到记者即马提这粒大概有10公斤重的铝车铜，就是靠后壁这台 3D 打印做出来军舰的零件。在夏威夷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基地，有两个大型的青色货柜处是正野白，不过伊毋是用来控物资的，是 3D 金属打印的后勤单柜，代表美军重大改革。伊会当缩短制作金属零件的时间。现场展示 3D 打印的阿鲁米车铜水缸，讲实在做甲正油。这 3D 打印伫3点钟内，就会当打造2公斤的金属，佮会当制作无同材质、无同类型的零件。针对表面做佮较柔柔的加工，方便扫落来要拍电锯，会当达成陆海空三军的需求。含英国上届无同款的是传统供应链，爱用专用的设施来采购制作，为落订单到完成制作到零件，拢总爱开200天的时间。不过即马 3D 的印接单，只要4点钟就会当生产关键的零件，上紧一礼拜内就会当交货。So it has a pretty rapid deposition rate compared to most 3D printing methods, and allows us to print with metal. The unit behind me is the speed cell that allows for post-processing to occur. So just behind me are two different furnaces. Those can be used for different heat treatments. 记者即马提这粒塑胶零件，就是美军陆战队上新的技术，靠后壁这台 3D 打印机做出来，只要18分钟，就当做出4粒亲像安尼塑胶零件。在环太平洋军演进行 3D 打印后勤单位就做好准备，完成世界的救援任务。针对受损的船舰，建构有效率来生产金属零件来做紧急修复。We've been working at Camp Pendleton aggressively, getting out into exercises, taking our capabilities out, showcasing it for the fleet.三 D 的印后勤单位会当伫陆地、阁有船顶来生产，透过直升机运输。接下来，环太平洋的军演期间，三 D 的印会装设伫咧美军圣安东尼二级的两栖运输舰“塞默塞特号”顶端执行后勤的任务，利用实战继续证明因生产的能力。记者黄祖杰、彭耀祖，海外报道。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过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